学来讲的话，好，芦苇草下，船只在海上航行，蜿蜒小径环绕山岚，把山海一线收进眼底。夕阳西沉时，更把大海染得金黄。没有。这片秘境就在著名的北海岸野柳，除了最有名的女王峰外，其实现在最夯的是隐藏版的勋章石。远远看去，宛如左手托腮，右手环抱，白天就像一只金刚猩猩，入夜后跟著名大师作品《沉思者》有几分神似。但不只有大猩猩，连蛋黄哥也出没在秘境里。宽扁石头上有三个凹洞，就像眼睛和嘴巴。有人说像是年轻人最爱的蛋黄哥，但宝可梦迷可觉得它像是臭泥怪。有趣的石头吸引年轻人也想来走一遭。再一个动作，好。奇形怪状的勋状石为野柳带来新气象，也掀起一股追石热潮。记者朱丁荣、麦凯婷、基隆报道。